微信好，我是金公公，这是首尔市立大学的地铁二号，火车站二号出口很近的一个一楼的，稍微房地产，可是房子非常高档的，一个 one room 的，查看一下一个，这里有个洗衣机，还有电磁炉灶，水池，水要非常。这个床很高档的床的，你看一下，床绝对很高的，还有床里面抽屉，哦，抽屉好，抽屉一二三个抽屉，然后冰箱、微波炉、空调也很好，还有这个也是衣柜，小柜放的，然后这里有书桌，书桌很漂亮。然后去书架，然后这个床很好的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衣柜，衣柜也很高档的衣柜，不错的这个房子，就是修鞋柜吧。然后卫生间里面看一下，马桶，就是这个洗脸台，卫生间有小窗口，房子是这样看的，外面可以看到吗？房地产的房子非常高档的房子，不错的，我会推荐这个房子。这都是这样的，我是金公公。